Thank you.
草字头，中间对不对？嗯。中间一点。口一点。中间的中间省略符号，这里有这里区域我省略了，然后这里有一点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一点，是属于中间的，因为左旁的，譬如说这个灰啊，这个灰、啊。这个属于中间部分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就是过来的，这样过来。那这里呢，属于包容的部分，可以写两点，可以一点。那这里可以活泼一点。那这里写了以后，它要绕到这里啊，它有惯性会绕到这边来，会变成一点。然后呢，这边是两点，这里一点啊，这个一点，是两点，这是两点，对来两点。然后四点一画。这样子，怎么样？这样啊。另外一种写法，另外一种写法是这样。这个是一个口，写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它有惯性会绕上去，然后这边有个笔哈，掉在下面。笔啊，这里有一点，这里有两点，这里有一点，这个是一点。这里是两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出来，这样，他没有写出来，他是这样写出来，这样写形状的，这不是写形状的吗？形状啊，这里也写形状的，那这个这样是写符号的。这里啊，这形状的，就好像一个别了哈、哦。然后呢，它是这样的复杂、啊，还是写这样比较复杂？因为笔画越多，它就越不能写这么多；笔画越大，哎，字越大，笔画越粗，它就不能这样写，写了就会很长啊。但是很长，有时候它需要写的很长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写，不是不可以，就是看配合这个地方。可以不可以写这样？这种是写圆形的，写圆形的这样子的，然后上去这里有一点，然后勾，勾啊，勾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两点，就对称的两点，还有形状也是这样子写啊。另外一种要把这里再简化，用对称符号。是用圆形符号，用对称符号就是这样一个盖子啊，中间过来，这个左右对应，对吧？对应点，所以从这里来，然后到这里来，然后这里，然后这个是形状的，圆形的也是可以写符号写圆形，啊，这一点不经过，就不要，所以写出来啊就会这样做呢。再再写一次，就是写金的形状的，好，形状的这样子的啊，然后这样，好。